各位大細超台友早晨，而家是21日上午10:15。咁啊，同特呢一次咧就係、是、講多數唔講嗰個正經時事，咁咧就講翻下我哋嗰個大細超台嘅工作咧點樣再發展。純粹咧集中咗喺嗰個身心健康，同埋點樣增長嗰啲財富嘅收入。喺到而家呢個亂世咧，只能夠獨善其身嘅。當然啦，如果你再有能力幫到啲親朋戚友咧，這個不妨應要幫，喺人情上啊，應該係要幫嘅。但如果我力量不到呢，你只能夠獨善其身。個形勢呢比較險峻。咁啊，首先要多謝大細超台嘅台友參加呢一個知識嘅平台。因為正確知識係人類最奢侈嘅事物嚟嘅。在世間上找到正確知識不容易，其實由點解呢？因為我們現在使用的語言文字呢是有缺陷的，我表達能力呢是非常弱，看不到宇宙的實相。另外呢，在現在的世界的地緣政治啊各方面的咁高速發展嘅領域之下帶嚟嘅衝擊咧，又好厲害。人差唔多咧追唔到咯，你個時間追唔到。譬如話你喺60年代、70年代，電話固網都唔多個，你出街都要借電話打嘅，咁你唔會忙噶。譬如你翻工、放工、放完工之後咧，你可以大覺瞓，話公司都揾你唔到，係咪？咁但人類咧就不停表面睇係進步啦，但係咧就去壓榨咗人類嗰個空間，個生存嘅空間，個生活咧冇咗一種優質嘅享受。除非你係好富庶嘅人咯，但係喺世界上好富庶嘅人咧，佢行嘅方向咧又錯咗。在那個價值觀來說呢，他錯了，他又找不到自己人類生命的優質生活究竟是怎樣的。但最重要，我開這個大細超台呢，就要跟台友結一個好的善緣，所以我們很多收費回來呢，大家看到呢，我們都是用來做一些社會工作。而家我哋中國嘅宋大百科全書、兒童百風全書下鄉咧，都係不停做。喺印度啊、蘭卡啊、馬西啊，有好多嗰啲文化工作，我哋都不停做。咁部分嘅錢咧，來自於係大細超台嘅收費。點解要咁樣做呢？呢個係喺佛學嘅因緣果報嘅事嚟嘅，即係話今世同我有緣分嘅人，大家碰到啊，喺無窮盡嘅時空中遇上，總有一段咧係宿世嘅因緣喺度。乜宿世嘅因緣喺我哋佛學嘅瑜伽部嘅行者，即係我本身屬於係一個瑜伽部嘅行者嚟。喺我嘅傳承啊，正式係接法，正式係有受業嘅師傅，亦都接受咗喺瑜伽部行者嘅守則。咁我哋有責任咧，就係、是、叫做還債好，或者將嗰個宿世嘅因緣咧更加完善咗佢。我希望帶領到互相一齊向前進，喺向前進時間咧，大家互相鼓勵，所以我哋咧就有一個平台咧，一路做世間事。因為現在世界嘅人咧，就算佢好有錢都好啦，佢嘅福報都係唔夠。
嗰智慧力咧更加唔夠，即係福氣同個智慧都唔夠。咁啊，面對一個咁嘅世界咧，係生活得好唔開心嘅。大家睇到 Tesla 嗰個 Musk 知啦，佢搞到做到世界首富啦，無啦啦，咁啊點咧？重大件事啊！而家咧就仲俾四面八方圍攻添。你話人生你有幾多無奈咧？咁啊，你大細超台最大嘅功能咧，係俾到大家每日咧每個月有兩個日子咧，大家真係要用。有兩個在俗語來說叫良辰吉日，那個是我的精華來的。但很奇怪呢，就為什麼郭先生都不是那麼刻意賺錢呢？刻意就賺到錢了，我當然刻意啦。但是我們知道每一個人呢，都有一隻隱形的再福氣的碗在這裡，但是最可惜呢，這個碗你看不到。你再咁上下夠咧，你就唯一咧，你要擴大嗰只碗啦。如果你唔擴大只碗咧，你真係再幾多幾多，你會強求翻嚟咧，你又會俾人搶走啦，又俾人打爛你只碗啦，更加咧就唔止打爛只碗，我仲連攞埋你條命都有噶嘛。所謂好危險嘅，世間唔係話啊，我有錢得，你有錢你享到咩？你見我哋國內好多大款，啊！佢享到啲錢咩？享到金錢嘅樂趣咩？簡直享唔到。跟住仲要逃流亡四海，啊！有啲要著草，係咪先？因為我哋佛學咧最厲害咧，就俾你個人去修為，係會知道，唔係知道過去未來啊，係知道自己究竟喺呢個人世間咧。是一啲我層次嘅人物，咁你再想進一步，咁你就要經過去訓練，經過要修行 ，upgrade 自己，你先能夠接到嗰啲福報，因為咧，你接到嗰啲金錢啊、名氣啊、權力嚟咧，你會有殺身之禍。所以希望我哋嘅台友咧，睇到我哋嗰良辰吉日，每一個月有兩日咧。大家照做，盡量爭取時間照做，幫你屋企人收福氣，又幫你嘅祖先收福氣。因為你嘅祖先雖然你肉眼睇唔到佢生在何方，但你同佢始有個血脈嘅關係喺度。咁你真係誠意照我哋嗰個指引去做咧，一定對你家運係好嘅。呢個我係可以。保證一定有影響，因果如影隨形，冇人走一個喺嗰個宇宙。咁希望台友珍惜。好啦，如果有陣時啲台友問：喂，我又翻工喎，個時間急唔啱啊！咁，你第二日補做，就算我得翻八成嘅力，你都好過冇，係咪？你可以補做，唔好超過三日。即是我出了街給個日子我時間你不要超過三日，你那三日內你照做。好啦，如果你三日都不行的，那就沒計了，那就留下下個月那些日子再用咯。大家不要走步，我希望台友盡量呢介紹啊親友加入這個大細超平台，因為你的親友跟你有那個關係，你幫到他解了他的人生路上的障礙的結的話，間接影響了你的命運的走勢，是沒那麼多障礙，因為他不會拖住你的嘛。因為你行行下，你的同學、你的親友不行，走來問你借錢，走來訴苦，你幫不幫呢？他就影響了你的障礙咯。或者你的親友很善意介紹你投資，八成不知有中招。因為最近咧，我哋喺市場上收到咧，好多人中咗招，唔敢講。
特別中產啊，買嗰啲國內嗰啲咁嘅債券啦、啊，嗰啲公司嘅債券啦、啊，又 high 啦、啊，好啦，無啦啦成扎師奶一大班嗰啲咁嘅唔同嘅組織嗰啲女士，輸的士輸到撲街啦，走去炒的士，由成700万跌翻去啱300几，嗰時佢買入咧俾20%首期，而家首期冇曬，仲要負資產攞個的士價。好傷啊！佢哋唔敢講啊，因為唔想俾到工資啦。有啲中產嘅專業人士輸咗啲嗰啲無厘頭嘅債券啊，更加唔敢講啊，要面嘛啲人。抵我哋香港政府財政司團地波輸咗啲公積金嘅錢，又輸咗啲外匯儲備，佢敢公佈點樣講話點樣輸咩？係咪賣菜婆唔識嘢啊？啲錢擺曬都唔喐。而家港紙有4厘啦，定期都擺美金都有4-5厘啦，但點解會輸呢？所以就咁嘅原因。咁你大家咧就要小心喺個亂世。咁我哋個大細小台咧，希望保住啲台友身體健康，心靈咧平穩，啊家運咧就暢順，財富咧就逐步增長。咁啊，變咗我哋咧又調整啲工作，就希望啲台友盡量幫手，將我哋嗰啲電影嘅資訊咧向世界各地發放。我哋冇能力去做到一個，就算而家你世界上啲國家咧，佢能力做嘅工作做得唔夠，花好多資源，嘈冤巴閉，搞好多乜乜青少年革命運動啊，乜乜運動啊，外國運動啊，乜嘢人倫道德啊，一大堆嗰啲嘢咧，全部 nothing 嘅。咁啊，我哋始終感覺咧，你揀幾部好嘅印度電影，一路推出街，俾啲人睇到，參加征文比賽，佢唔參加都冇所謂，佢自己會覺醒嘅。咁我又集中精神做呢樣工作，希望大家台友幫手。咁你推廣咧，係你收好大福氣喎，因為你唔知推廣咗邊個人收到你張電影個 Q 曲，睇完之後佢整個人生嘅觀念變咗喎。咁呢種係陰德嘅福氣嚟喎，大家台友唔好忘記喎。呢種陰德嘅福氣咧，係你人生路上咧，你遇到一啲工作要做嘅時間咧，冥冥中有感應嚟幫咗你嘅喎，但你唔知道點解會咁暢順喎，原來就係你平時做咗呢啲無上嘅知識布施嘅功德，佢嗰個宇宙嘅因果嗰塊鏡咧反射翻嚟，幫你過關，非常神秘，非常神秘。如果你想研究呢一個因果反射嘅力點樣過關咧？有時間都可以睇下《花言經》，比較深嘅，睇下嗰個花藏世界重重無盡，因果如影隨形。啊，希望我哋大家啲台友得益，咁啊集中盡量每日咧幫手啊掟啲印度電影出街，作死不離三兄弟、地球上的星星、雨中的請求、PK 外傳四套夠㗎喇，盡量推廣。跟住介紹多啲親朋戚友呢參加大細小台，你將佢嘅關係呢又對沖咗，因為你幫咗佢嘛，你讓佢受益㗎嘛。好啦，另外有啲人問香港同中國未來嘅問題咧，我哋唔講得太遠啦。咁而家最好咧，就係都係要增值自己，真係盡量爭取時間咧，增值自己嘅技能，堅持嗰個誠信，堅持抵得諗，堅持虛心，你一定有貴人出現嘅。當然要收福報啦，如果你冇福報咧，就乜都冇。這個是我們大細超台的集中精神要做的工作。
咁我哋喺世界上各地有啲好嘅項目咧，我哋都一路都會做，都會做。咁啊，要補充翻句，我早兩個節目咧就講過，話而家嗰啲鸚鵡咧睇醫生好貴，啊咁貴嘅，不如你調咗去唔好搞啦咁。咁咧就變咗咧，就驚影響咗人啲行為咧，冇咁健康。咁啊，應該最好咧，就到你買鸚鵡之前咧，你要諗一諗。哇！原來睇醫生好貴喎，照 X-ray 都起碼成3000蚊，打針食藥咧就7000-8000，咁啊仲貴過買嗰只雀仔。咁大家要買寵物養之前咧，就考慮。原來香港寵物嘅醫生咧真係好貴，啊，咁就應該三思嘅。能力負擔到嘅冇所謂啦，如果能力真係負擔唔到嘅，咁你就糟蹋咗個生命，又同佢結怨咧，咁又唔好啦。但係要補充啦，係我個人噶，唔係叫大家咁做。喺我哋個人嘅菩薩戒經有講嘅，佢係唔贊成我哋去養畜類嘅動物嘅。即係唔贊成我哋養寵物嘅理由，唔希望同佢發生關係，就免影響咗我未來生命之流嘅走勢。啊！我今世養只狗，對佢非常好，只狗對我好有感情，咁我又好對佢有感情，變我臨死嗰陣時咧，個神識咧就仲有充滿咗對呢個寵物嘅感情喺度咧，有可能咧喺個時空一變咧。唰一声摄咗入去咧，我做佢同佢做咗有一个血缘关系，我无端端就系做咗只狗，咁啊无谓啦。所以我哋喺大菩萨戒经系断，唔赞成啲行者咧去养宠物，即系尽量同世间呢啲事情咧唔开展嗰个关系。呢个系个人嘅讲，呢个世界是多元化咁啊，大家中意点样处理自己冇问题。同埋呢個世界咧，人嘅層次咧參差不齊嘅，所以佢嘅價值觀咧又完全參差不齊嘅。咁當然，如果你係好善意，俾啲電影去睇，或有時佢問你，最緊佢問你，佢問你問題咧，你講啲正確嘅答案俾佢。講咗佢唔做咧，唔關你事，但係盡量咧就少干擾人。佢唔問你咧，你就。講都冇咩用，而家呢個社會而家係，你講都冇咩用。老豆教個仔教唔掂啊！大家睇下我哋早幾年，大家才有睇到啦。我出盡九牛二虎之力，將點樣防止個肺炎，同埋點樣醫嘅肺炎嘅方法咧，向全世界十幾種文字所有國家發放。如果我哋中國香港每人代合萬金油驅風油，有人中咗肺炎嘅話咧，就喺屋企隔離，遮張布簾，或者鎖埋嗰啲房門，自己屋企隔離，啊，咁就咩事都冇，個經濟唔使搞到今時，俾嗰個動態清零3年，連香港都散埋，成個經濟。所以我哋睇見咧，真係好upset嘅。當然咧，要我哋一個有修為嘅人，我哋盡力做咗啦，唔影響，影響我唔大，即係只不過係有多少遺憾咯。話知道都死，知道都咁多，咁你感覺咧，而家我哋人類咧，差唔多就話你企喺黃邊，睇到有個人跳海。咁你梗係想救佢啦。哦，原來你呢冇咗對手嘅自己企喺黃邊，咁你點救人呢？而家人類面對一個咁問題呀，即係咁無奈，就等同一個冇咗兩隻手嘅人企喺黃邊睇嘅人跳海。我哋而家睇到呢個與巴戰爭、俄烏戰爭，就有呢個咁嘅感覺先。這個舉例呢不是我的，
這個舉例呢是很多年前有一些大德的開示舉這個例，即是人類呢是去到冇了兩隻手臂而站在旁邊看到人跳海那種無奈感。當年我看這個舉例呢我都沒有震撼，但現在看到呢就感受很深，真的無奈感。等香港的經濟可以砰砰聲起飛的，但沒人做，講了都不做，真的很無奈。但估物量都不緊要的，既然家去到這個 moment 呢是屬於獨善其身的時候了，希望我們的台友做好自己的工作，照顧好自己的家庭，特別照顧好下一代的成長，盡量收好的福報。如果你沒有福氣呢什麼都沒有，如果你沒有福氣呢你想做事都做不成功的，理由因你做好一件善事成功的話呢，根據宇宙的因果法則，它自然呢有好報給你的，不是說你要抑或不要，不是你控制的。因為你沒有福氣變了你呢不會成功的做好事，大家小心，盡量要小心。你看我們的洗米華，澳門的洗米華，他回到中國做很多好事了，捐很多錢，大羅大鼓上了報紙上了聲，是不是？那他反射回來是什麼呢？因為他做的惡事呢比個好事重，個比重，所以他惡的報應呢行先。咁啊，今日咧就同大家講一啲比較實用啲嘅方法，係修身治齊家治天下嘅方法。其他咧就講嚟都無謂啦，大家都好聽我節目，大羅大鼓，我哋一早批咗噶。習近平去拜集會去美國，我哋實需修眉，而家咪需要修眉。被人整蠱到怎樣呢？我們習大大主席最要面子，日日幾十幾年來都是與他為一尊，很巴閉的嘛，對嗎？那麼一整招給你影張相向全世界發放，靠邊站不特此，很多人沒有說的，靠邊站身邊那兩個人是總理級的，他先至頂氣頂到呢就爆炸。喺國內啲官員領導呢最講階級嘅。哇，我身為黨總書記國家主席點會同我總理企埋一齊影相呀？日本仔首相係總理級，加拿大又係靚仔總理又係總理級。所以佢呢次呢頂到爆炸。跟住一早叫阿王毅呢只黑衣別車同阿布林肯講好曬，話叫阿拜登總統呢唔好再提話佢係大獨裁者。誰不知拜登又講出嚟，當同頂到食唔到化痰丸，跟住又俾人砌，唔知點解會砌到個靈堂酒店出嚟俾佢哋入住。跟住喺坊間上呢就話自己車幾隻嗰啲嘅三陪女郎一齊出去極其歡迎我哋習主席，有人安排嘅。咁跟住沿途呢就打交嘈冤巴閉亂晒龍。歸根結底呢，我哋習大哥檢討之下呢，原來冇咗秦剛。乜妖到呢只王毅呢一隻魚咁樣，一陣間我擺少少資料俾大家睇下，得啖笑。咁我亦都係好開心，鏟呢個王毅黑衣外交部長呢鏟咗三年以上，我呢只係國家嘅妖孽嚟嘅。今時今日呢開始呢鏟到佢埋身㗎，睇佢踎得幾耐。好，係咁先。